主料，豆腐一块，胡萝卜一个，菠菜、面粉、淀粉。菠菜洗净过水控水，豆腐切末，葱切末，胡萝卜擦拭过水，加入豆腐、葱、盐、五香粉、鸡精，加入面粉、淀粉，加水和成糊糊。不要加太多水，另一盘加点菠菜汁，不要加水了，把汤勺沾上油，这样弄一勺，开炸了，全部绿色的就是加了菠菜汁的，爆香葱姜，加水烧开，加入炸好的豆腐、胡萝卜、丸子，加过水后的菠菜，加调料，做成你想吃的口味，盛盘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